欧阳德，押下去。是，我自己走。二师兄，师妹，你放心。王爷，事情还没有完事呢。 我们还有的完呢！明天我跟彭大人一起进京，面见皇上，奏明一切。<笑>这样最好，到时候本王我会禀报皇上，把他给处死，而且还要把你们这一帮绿林匪徒一并消灭。漂亮，哼，干得好，好，咱们瞧着走啊，王爷。 难怪王爷这么生气，那欧阳德实在太过分了。不但那个欧阳德过分，居然连鹏鹏都敢跟王爷作对。王爷，我看你应该给他们点教训，要不然他们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本王不是光气，他们和本王针锋相对的事，而是担心如今欧阳德蒙皇上御赐黄马褂，可见欧阳德的功劳不小啊。 此番押解杨香武进京，若是欧阳德力保，说不定杨香武可以逃此一劫呀。难道皇上真的这么听欧阳德的话？皇上倒是不会听欧阳德的话，不过以皇上御赐的黄马褂，换取杨香武的命，也并非没有可能啊。王爷，那不如就干脆在半路把杨香武给杀了。 可是杨香武是欧阳德的师弟，我相信欧阳德一定会在路上保护杨香武的。唉，确实，那个欧阳德的确不好对付。不过，本王已经找到对付欧阳德的人了。王爷是指那个黑寡妇蝴蝶？嗯，本王命人去请他了。你们说的可是江湖上那位冷酷无情？ 杀人不眨眼的黑寡妇，他的武功比你还高，我可不信。倒不是他的武功比我高，只是王爷不需要我杀的，我不想浪费精力。嗯，王爷，你来的正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九娘，你应该见过吧？何止见过？ 我们还交过手呢。来，这位是尹亮。哎，听说你叫黑寡妇，这名字听起来挺毛骨悚然的。
不过刚听说你又叫蝴蝶，这名字倒挺诗情画意的呀。身手不错啊。哼，既然知道我身手不错，以后跟我说话就不要动手动脚的，否则将来你就会在地上爬着走。好好好好好好，你们两个都是好身手啊，不过咱们是一家人，应该枪口对外，怎么可以互相残杀呢？不知道王爷叫蝴蝶来有什么事？啊，没有别的事，如今已查到杨香武就是盗取九龙杯的人，原来本王下令立刻把他斩首，不过遭到了欧阳德和彭彭几个人的阻挠，明天彭彭就要带杨香武进京，本王香武兄，还好吧？秋官，你就不用去了吧？这一路上，我大师兄和小师妹肯定会好好照顾我的。你呀，根本就不用这么辛苦的跑这一趟。你对秋官的情，我这辈子都难报答。你现在出事了，我怎能置身于事外呢？香武兄，我看你待在这个牢车里面，我难过呀。我又怎么可能一个人待在县衙里面不出来呢？其实，这还挺不错的，挺宽敞的，就是这腿有点难受。不过我很高兴能交到你这么好的朋友。香武兄啊，你对我肝胆相照，秋官明白，秋官对朋友可也是两肋插刀在所不辞啊。好，说得好，如果这次我能大难不死的话，等我回来我们好好的聚一聚，喝个三天三夜，不醉不归。好，我们就喝个三天三夜啊。嗯，香武兄啊，你吉人自有天相，吉星高照的，我相信此去你绝对可以逢凶化吉的。好，那我就借你吉言。嗯。恒星啊，停。嗯，香武，天气热，休息一下，你喝点水吧。是啊，杨大侠，要不要喝点水？谢谢大人，我不渴，只是这一次连连大人这么走一趟，我特别过意不去。哎，香武，没关系，这一次希望到了京城之后咱们能把事情跟皇上说清楚，
这样的话就好了。大人，天气这么热，我们要不要把杨大侠放出来，让他活动一下筋骨啊？唐青啊，我们都希望把项武兄给放出来，但律法就是律法，大人怎么可以轻易打开囚车呢？是啊，彭青，这公是公，私是私，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你有空跟秋官多学学吧。大人，你就放心吧，我平时啊一直向邱大哥学习呢，而且没事的时候还经常找邱大哥讨教几招。大人，先休息会儿吧。是啊，大人。大人，请。好。秋官，你也去休息吧。哎，我没事，我不累的。好兄弟，谢谢你。大人，还好吧？还好。保护大人！警官，快保护大人！大人有兵保护，我在哪？彭青，赶快去救香武！不行啊，大人，欧阳先生说过，无论如何都不让我离开你身边。现在人都被我们引开了，换我来收拾你。啊！上次没把你淹喽，这次你又出来办坏事啊？上次你们羞辱我尹某，今天你们要全部还回来。哼，几根烂醋，今天你要能碰我师弟一下，我欧阳德三个字倒着写，信不信？今天的目标不是你，你让我取下杨香武的手机，我马上就走。不可能，办不到。刚才我大话已经说了，谁要是敢碰我师弟一根汗毛，我欧阳德三个字倒着写。难道你真想听别人叫我德阳欧吗？那是你家的事，你再不让开，我对你不客气了。
见面了。又见面了。你一定要杀他吗？不是我一定要杀他，而是上面的命令难违。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要保护他。我知道，你出招把我打退就行。救你了，谢了。如霜，你去保护香武，快！上次你用美色把我骗得那么惨，我告诉你，这次一会儿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你扒了，报我上次的仇。无耻，说话都这么无耻下流。哼，我尹亮说话一向这么下流，我告诉你，一会儿还有更下流的事等着你。小三，你嘴巴真够贱的。师妹，帮我个忙，把他舌头割下了。是。师妹小心，那迷香有毒。我就说嘛，听说杨香武被押送上京，你们这些躲在地洞里的老鼠怎么会没动静呢？啊，原来都在这儿等着呢。啊，我告诉你黄天霸，你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哦，好啊，我黄天霸从小到大就不知道不客气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从来不客气。我这还没活动开呢，太扫兴了。别打了，都走了还打，不累吗？好吧，但你答应过我的，忙完你二师弟的事，马上就调查我家灭门惨案的事情。好，我会的。刚才看你们打得挺热闹，怎么我一来听到我黄天霸的威名就全跑光了？别吹了。黄天霸，谢谢你啊。啊，不客气。大人既然要进京一趟，我自然要来送行，正好碰上而已。天霸，我得谢谢你啊，虽然你不爱搭理我，但是我谢谢你救了我的师弟。是啊，天霸哥真是太谢谢你了。不客气。哦，大人，他们胆子这么大，你们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天霸你放心，我们会小心的。那我们出发吧。启程。走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即刻，谢皇上。这不是朕的九龙杯吗？福晋王，这是怎么回事？启禀皇上，
老臣经过多日追查，真是不辱皇命，不但找到了九龙杯，而且还追击到了盗窃九龙杯的盗匪。哦，先把朕的九龙杯呈上来。这幸好朕的九龙杯依旧完好。启禀皇上，这个盗窃九龙杯的盗匪杨香武竟然与欧阳德同出一个师门，他二人是师兄弟关系。嗯，老臣以为此事与欧阳德脱不了干系，请皇上立刻将他们一干人等处死，以绝后患。哦，竟有此事。皇上，是这么个事儿。我跟杨香武确实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但是当时香武盗取九龙杯呢，只是为了贪玩而已，所以说呢，并没有谋害皇上之意呀、啊，请皇上明鉴。臣启奏皇上，三河县县令彭彭愿以身家性命担保，欧阳德所言句句属实，绝无虚言。臣请皇上明察。启禀皇上，老臣认为彭县令已经被欧阳德这帮绿林匪徒所收买，所以是处处替欧阳德、杨香武他们开脱。老臣恳请皇上立刻下旨，将彭彭、欧阳德他们所有陷害皇上、图谋不轨的匪徒一并处死。微臣启奏皇上，微臣死不足惜，但是像欧阳德这样满腔热血维护正义的侠士就这么遭到诬陷，实非我大清之福，所以微臣斗胆请皇上三思。启禀皇上，彭彭竟然公然袒护匪徒，皇上千万不要被他的一派胡言所困扰，请皇上立刻将他们处死。启奏皇上。启禀皇上。好了，你们通通住嘴，朕自有主张。彭彭，你先起来吧。谢皇上。杨香武，你把头抬起来让朕看看。看你相貌甚是端正，气宇轩昂，不像是个作奸犯科、为非作歹的歹徒。可是皇上，他欧阳德不顾自身的安危到北场去救朕，他既然是他的师弟，朕相信杨香武绝对不敢有所图谋才是。但是杨香武，朕要你明白，不管任何理由，这入宫盗取宝物以大清律法那也是死罪。朕甚至可以下令诛你九族。不过念在欧阳德救驾有功的份上，再加上朕的九龙杯依旧完好如初回到朕的身边，所以朕就免了你的死罪吧。谢皇上不杀之恩。起来吧。谢皇上。皇上，朕胡郡王，朕依旧要提醒你一件事，有道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之前你纵子行凶一事，朕念在你年事已高、爱子心切的份上，朕已经将这件事渐渐地淡忘了。希望你别再让朕想起这件事的好。这对于朕九龙杯失窃一案，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吗？一切听凭皇上处置。好。那现在没你的事了，你先退下吧。这呀，哎呀，大雅斋呀，哎呀，皇上，大雅斋可馋死我了。欧阳德，你好大的胆子，敢用皇上御用的糕点，你哎，这是朕特别恩准欧阳德品尝朕大雅斋糕点的，没事。对呀、啊。皇上赏赐给我的，我想什么时候吃我就什么时候吃。你
哎呀，这好东西得跟人分享啊。哦，你的啊，大人啊，这玩意儿太好吃了。哎呀，这大雅斋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好吃不？嗯，文都犯错误，知道不？谁都有的吃，就你没得吃。你，哼，小严呢？哎，谢谢啊。这不给你，怎么的？福晋王，既然欧阳德不肯让你吃，你就先下去吧。这。一路走好啊，王爷。既然是欧阳德给你们吃，你们就吃吧。谢皇上。杨香武，你死罪虽免，但活罪依然难逃。请皇上赐罪。朕依然有一事不明，朕相信你对朕没有不利的举动，只是你如何潜入皇宫盗取朕的九龙杯呢？回皇上，草民自有跟师父学习轻功，所以我是施展轻功盗取九龙杯的。是啊，皇上，我师弟有个外号叫草上飞赛毛遂。哦，不过朕依然不相信单靠他一个人能够躲过皇宫内重重的护卫警戒。那皇上怎么样您才能相信呢？这样吧，朕依然把这九龙杯放在朕的寝宫里头，朕要你明早五更鸡鸣之前再度从朕的手上盗取这九龙杯。启禀皇上，这样恐怕不妥吧？朕心意已决，杨香武，倘若你可以从朕手中盗取这九龙杯的话，那么朕就赐你无罪；倘若你无法从朕的手中再度盗取九龙杯的话，那么朕就收回刚才说的话，按照大清的律法将你处死。皇上，哎，真急死我了！这大师兄和二师兄一点消息都没有，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如霜姑娘，见皇上可不容易啊，再加上那个福郡王虎视眈眈，只想置香武兄死罪，想必此事大人和欧阳先生必定展开一番唇枪舌战。啊，那不行。那我不能在这儿等他们，我要出去找他们。哎，如霜姑娘，你大师兄、二师兄，你们回来了。小武兄，你的事怎么样？大师兄、二师兄，你们快说话呀！还有，彭大人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小师妹，你先别急，其实皇上对我盗九龙杯一事并没有非常生气，而且还赦免了我的死罪。至于彭大人，他要赶回三河县，所以先走了。大师兄、二师兄，你们两个呀就知道捉弄我，害得我跟邱大哥在这儿着急。师妹呀，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你就错了。嗯，欧阳先生，皇上不是已经赦免香武兄的死罪了吗？是啊，皇上是赦免了香武的死罪，但是是有条件的。大师兄，皇上有什么条件啊？师妹，是这样的，皇上让我五更前再盗九龙杯，成功便罢，这要不成功的话会怎么样？
小石子，这皇上有何吩咐？今天晚上朕要独自一人留在这屋子里头，你传朕的旨意去告诉朕的爱妃，今天晚上就不用服侍朕了。这还有，从现在开始朕不会离开这个屋子半步，所以今天晚上朕在这儿用膳，你去告诉御厨，叫他们多准备一些朕喜欢吃的大雅斋糕点，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做。这朕一直听说江湖绿林豪杰个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哼，朕还真的不太相信这个传言。现在朕就片刻也不离地在这盯着这九龙杯，朕倒要看看这杨香武他能不能在朕的眼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个九龙杯给盗走。火烛，一更天了，皇宫大内小心火烛，一更天了，皇宫大内小心火烛。限定的鸡鸣五更马上就要到了，你快替二师兄想想办法呀。师妹，我正想着呢。大师兄，你快想想办法嘛，你快嘛。如霜姑娘，别再催了，我相信欧阳先生一定会想到好办法的。大师兄，你平时点子最多了，你快想想办法嘛。师妹呀，再好的主意也被你摇没了。算了，既然大家都想不出办法，我也别无选择了。师弟，你要哪儿去啊？嗯，哼，我还能去哪儿？还不是到皇上那儿，再到九龙杯吗？哪儿都不能去。你看庞大人还有黄天霸，嗯，我们大家刚刚把你从鬼门关给救出来，你就这么轻易送死吗？大师兄，只不过是再到九龙杯而已。不试试怎么行？没准皇上一不小心又让我给盗走了。哼，香武兄啊，咱们皇上一向聪明，他要你去盗宝想必严加把守的，搞不好现在皇宫里面是重重机关等着你自投罗网呢。是啊，你说你呀，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冲动了，从来都不考虑后果。师兄，你怎么在师妹面前又不给我面子？师兄不是不给你留面子，只是想告诉你三思而后行的道理。来，师弟啊，坐。秋官说的对呀，现在皇上一定在寝宫看守着九龙杯，任凭你轻功再厉害都没有用，能在皇上眼皮底下把九龙杯拿走吗？如果这次三道九龙杯再次失败的话，皇上一降旨，谁能救得了你呀？啊，谁也救不了你。哎呀，问题是你现在说这些大道理有什么用啊？你赶快想想办法救救二师兄啊。师妹你别着急，现在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赶紧商量对策。秋官，哦，来坐。
小狮子，奴才在，皇上有何吩咐？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回皇上，现在已经三更了。都三更了，为什么杨香武至今没有动静？小狮子，在，你可要替朕好好的看着。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你要立刻告诉朕，知不知道？这，哼，如今三更已过，朕只要再支持一会儿，等五更一到，朕倒要看看杨香武他们还有什么话好说。三更了，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二师兄，你别这么说嘛，大师兄都说有办法帮你了，你别灰心，一定要有信心，行吗？其实二师兄我心里有句话一直想跟你说，可一直找不着合适的机会。不过我现在不说的话，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说了。二师兄，我们俩师兄妹一场，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你要说什么你就跟我说吧。师妹，其实二师兄我一直想要的，我明白了吧？嗯，咱们就这么的好。有了，终于让我想到了。大师兄，这大师兄，你想到救二师兄的办法了？如霜姑娘，刚才我们这番演练总算被欧阳先生想到个好办法了。大师兄，你想到什么办法了？快告诉我。哎呀，师妹呀，不要着急。这个办法需要冒一点险，你和秋官一起帮忙。行，没问题。嗯，时间紧呢，我只说一次，大家注意听啊。嗯，你看，别动，别动。三更已到，皇宫大内小心火烛。如霜，你先去那边躲起来，啊，好，去去去。小狮子，现在是不是五更了？回皇上的话，奴才刚刚听得的确很清楚，确实是五更。可是之前五更一过，就会伴随着鸡鸣声。为什么朕到现在还没有听到鸡啼呢？皇上，鸡鸣了，鸡鸣了。如今五更已过，那杨香武依然没有来盗取朕的九龙杯，可见江湖传言并不属实，说什么江湖奇侠个个身怀绝技，在朕的眼中看来也不过尔尔。收起来吧。这你们退下去吧。这Ugh.
朕居然为了这事儿折腾了一个晚上没睡。朕先好好的睡一觉，一切事情等朕醒来再说吧。过了五更了吗？天怎么还这么黑呀？哎呀，哎呦！邱大哥，哎，我大师兄还挺厉害的。周扬先生学鸡叫还真像啊！我大师兄不止学鸡叫像。你要让他学猪叫、狗叫更像。对了，如霜，事儿办得怎么样？没问题，放心吧。嗯，咱俩要把这事儿给办好。嗯，让皇上真以为是五更天了，疏于防范。接下来就看香武兄怎么三道九龙杯了。嗯，对了，这个给你。嗯。